全。停了，这里停了，不能进去了。不能进去啊？不行啊！啊，我等下怎么走？是吧？我自己看。高雄四名女大生搭小黄要去夜市逛街，司机伸出手说是好心要帮他们系安全带。我这里是绑着的。女学生拒绝，司机变本加厉，两度把手放在女学生的肩膀触碰腰际，结果他是直接把他的手放在我同学的肩膀上，大概有停留个两三秒。啊，今天礼拜三啊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高雄没有夜店。学生控诉小黄司机山路开很快，不停找话题搭讪，让他们很不舒服。在自己的县市的话会看，可是在其他县市的话路不熟，所以就是司机走什么路就跟着走什么，就看他走什么路这样子。夜景拢爱坐阿边，阿边位卖坐头前位。因为这边就较慢嘛。被控摸肩膀的计程车司机事后遭投诉，交通局以及轿车平台经过调查，已经将他惩处停权三天。女学生搭车遇到司机手乱摸，拍下影片检举，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乘客受害。蔡雪煌、齐超、洪淑珠，高雄报道。